不是，是秀斗高校好吗？不要讲错，人家叫秀斗高校啊，尊重队名，尊重队名，秀斗高校。秀斗高校。好，由台大经济跳到了球，上来，给绿肩，机会，哎呀，篮下，哎呀，被超截了，秀斗高校的绿肩要拔了吗？没有，先找队友，找队友。掩护一下，还好。哦，拿了就起，三分都不带。秀斗高校还是很稳的，绿肩上来就是三分。台大经济这边能不能反击呢？台大经济的绿肩，好球。真人投三分，帅啊！3-3，漂亮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队友也是很强的，对，队友也是能射三分的嘛，不是只有绿肩而已。好球哎，台下经济，还以颜色，哎等一下，经济的防守，秀斗高校绿肩，没有，哇，再来机会，没有，两分球，现在5-3，选择两分球，现在台下经济这边，看他们怎么利用他们的绿肩。想拿两分。抢拿，秀斗这边抢得三分，一下就差五分了。那今天再说，自己再射，可惜没有，台下经济这边这个三分射手没有那么准了，进了第一个球之后，现在第二球不行了。秀斗高校的绿肩强投，有再得三分。台大经济到底行不行？又被超球了，直接就射。没有。没有，都没进。反击的机会，台大经济的绿肩顿了一下，好，可惜，刚一波来回，对。双方都没有拿到分数，现在谁先得分会有士气的提振效果。台下经济的能不能绿肩，能不能善用？怎么样掩护绿肩？台下经济这边，好拿球了，怎么过？出不去。还是这个无法突破台下法律的防守，感觉台下法律的防守很严密啊，他们对绿肩防得很彻底。直接两分。13-3了啊。经济系就要想办法活用他们的绿肩，对啊，他们要怎么样给绿肩制造机会？好，没事，再来，就是这个，踩线了，踩线了，这个很关键啊，本来是一局可以，对。太可惜了，对啊，本来要差三分，本来要追上了，就踩线，看这个太关键了，这个踩线决定了胜负吗？没有，这边秀斗也没进，没有，这边平分，你会变成那个13-10，
对啊，但是就是那个士气就差很多。对。对，快得了。还有十八秒、十七秒、十五秒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对啊，这也这样，这样也进不了啊，太高了吧？对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弧线是不会进的，当然就是说明他的力气是够大的。对，就是说如果他想要射那么远，是可以。裁判都在抬头看，刚刚那一球是什么？这个地方要打天花板，应该是打得到的。就是你要投那种绿箭式投篮，哦，绿箭，哎，哎，这其实算有啊，不过算了，他们觉得没有，裁判觉得没有，不是碰到网子而已吗？刚那个有碰到框，其实不过因为碰的很小，所以就无所谓。爸来了。哦，拿两分吗？那个思想是不行的，不能靠两分啊，要靠绿肩。但他们绿肩不给力，绿肩不给力。哦。回场了，又被抓了一个线。他们现在经济是受限于双线的、啊，就他们被那个回场线跟一个三分踩线搞得现在士气低迷。嗯，这边绿肩，哦，七分球出现了，袖斗高叫，这样一下就拿进就被打爆了呀，25-3了，一下就被打爆了，被打爆了。拿经济。中给七分就，对，刚七。对他那么爱踩线，他这个就是训练无数的绿箭，那么动不动就踩线，没有三分线的意思。真的，好的射手基本上是不会踩到线的，因为他每一次投都会希望自己进的是三分。怎么可能踩线？这个都是训练无数的绿肩。哦，打了一个两分，提振一下士气，毕竟是分数66%的成绩。嗯。来到经济这边怎么办呢？哦，打了一个三分，终于开壶了。那打到第二节了，才得这个八分。感觉台下这个绿箭有点闷啊，就是。哦，这边秀斗的绿箭投了一个面包。8-30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呢？还是需要投几个七分才行。嗯，他连框都碰不到，这个还是太勉强了。哦，又是三分，很稳的。到底为什么就是差距这么大呀？为什么台大经济的绿肩始终？台大法律什么？就是那个秀斗高校他们挡的时候制造出来空档比较好，所以你说他们的掩护做的比较好。对对对，
结果台大经济的队友掩护做的太烂了，我觉得确实是哎，就他们给的那个机会，哦，七分球，哎，打爆了，40-10了，30分差，对，对啊，经济这边掩护不好。那个确实掩护的品质有差。咦，这球可以吧？对啊，有啊，3分啊。但是我是说掩护的品质有差，就是这个战术执行各方面。你看这个一挡就是大空。差距太大了。嗯。哈哈，叫。赛了吗？48-13，台大经济这边绿肩，哦，打中了，终于16-48，有一点起色。我觉得这个台大经济那个主力绿肩这个打完就跑了，打完第一场就跑了，那个影响还是很大，就是战力不明显，就是不行。杀爆
对啊，杀爆了！这就是那个地光时代的冠军战都长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秀斗高校，那个跟那个台大经济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台大经济整个就被击溃了，彻底的击溃了。怎么啊？老板，那个等下冠军是那个五分钟投进几颗就几分？对啊，啊，大家只给他们那个一颗球，啊，给他们两颗好了，跟初赛一样。一颗啊？什么？两颗的话会投太快。好，好，给他们一颗就好。他在预先练习。他在练习啊，在练习。地光时期的决赛就是长这样。哦，好球哎！我的菲律宾同学要贡献一个三分。靠，已经第三节，70-22，哎。因为第一节分数不多啊，然后第二节分数。哦，是。好，三节打完70-22，这是应该是我们这一届看到现在差距最大的一场。看到没有？就其实那个弱边很弱，就是我会说那个二三五都是很弱的。对啊，就235那边的队最强的出来都被打成智障。对。对。48.5分球。啊，不然我们以后要鼓励那个，就是说后场进算50分这样，那、啊、这样刚那个就逆转，不行啊，刚那样不行，不能给那种奇怪的奖励。金牌。对，我说那个，我说那样不行。哎、欸，所以秀德换绿间了，秀德高校。准备来敲打，准备来敲打。哦，有三分，嗯，现在开始追，还是有希望的。25-73，追得上吗？那给谁啊？浪费球。他传给谁？
知道，那音乐有点看不懂，犯规。台大精力溃不成军了，台大精力真的是太不行了。完全就是。守的真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绿肩放在场上，很准吗？对。对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出不了手。对啊，出不了手啊，因为没有他，可能因为矮嘛，所以在这场就被包夹包住，就是遇到翔阳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就被包住，就没有机会。85-28，哎，这个实力差距很大。哦，终于，但是现在31-85，还是差了整整54分呢。看起来还是这个台大物理已经是最接近的。我说，就是现在这样看一下，对啊，跟秀斗高校最接近。秀斗高校太强了。没有，对，应该高点当中间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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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看怎么现在都太奇怪人，绿间都睡着了。9-1-36，这场到底会不会破百呢？感觉不会了，但要两个绿间才会破百。欺骗裁判，太好笑哦！干路人甲又来了，哎，他不是绿间啊，欺骗裁判，没有，他们刚刚那个法器不是说这边的，哦，两分，哎，93，他们需要一个七分球才能拿到100分，冲100很困难，哦，没有面包。需要一个七分，我想要冲100，还需要一个七分啊！挑战时间，接下来我们请台大竞技。